啊，戊己如果土日没有好，壬癸日碰到的时候会加重。如果壬癸没有死，对吧？好，在甲乙日，因为木生火，好，在相生的节气它会持平。丙丁日呢，就是讲日，刚刚讲的是节气嘛，春夏秋冬四季，现在讲天。那丙丁日呢，好，又会重新再发心脏病，好，又重来一次。好，那你要重来一次，要经过那个壬癸日的危险，对不对？那心脏病的日中会，中午的时候看得最清楚，因为发心脏的火嘛，哈。半夜晚上就是亥时子时的时候，是不是水？好，水是相克的，在半夜亥时子时的时候发心脏病，是最严重的时候。好，那平淡早上清晨呢，寅卯是不是木生火？心脏是火嘛，哈，这个时候呢，它是平静的，好，就是持平的。那心欲软，及时涎以软之，好，用涎补之，肝泄之。所以说，因为水克火的关系，所以说心态坚的，我们要用软，贤能软坚。那你盐巴放一点，好，现在西医说啊，你肾脏病不能吃盐，他也没错，因为他没讲清楚而已，哈，我们给他留点面子，他也没错，他话没讲清楚，是他说这个盐不能吃是精炼盐，对不对？实际上海盐，我们从小吃那个海盐，那海盐最好。好，海盐最好，就是不要买成工业盐吃下去，好，这个是伤得很坏，好。那你说老师那好痛苦啊，吃个盐，我们要到海里面去抓了盐自己来晒，这麻烦了，好。那你可以到我们这边的那个台南那边有个那个盐箱，有没有？去那边跟他去买海盐回来算了，好，一次买个好几袋，好，那个粗盐最好，好，这就是，好讲心脏，所以《黄帝内经》这一段，好越讲会越气，越细腻，哈，所以脏气。法实，好，这一段非常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病在脾呢，195页。土呢会痊愈，在秋天会痊愈。秋天如果没有好，春天的时候加重。春天呢没有死，对不对？好，没死，逃过去了。夏天持平，以此类推，现在就会以此类，你只要是一个原则抓到，你不用记，它的以此类推下去。啊，那再到了长夏呢，又开始循环了，哈。那脾脏病，我们治的时候，经济就是温食饱食，东西不要吃太饱，不要吃热食，吃一点凉食，哈，凉拌面啊，什么凉哈，都冷的，稀饭也冷着吃啊，怎么样？那湿地如衣，湿的衣服跟那个地势太低洼的地方，湿气太重的地方，都是要避开来的，哈。脾病者全，如果是以一天日子来算的话，刚刚是以季节嘛，哈，四个季节，春夏秋冬。现在以日子来算的话，脾脏有病，好，庚辛日，庚辛是什么？金，好，所以相生的遇在庚辛，相生的是日子，好。如果庚辛没好，到了甲乙日的时候，木克土会加重。甲乙没有死，好，活过来了，在丙丁日火日的时候，火生土，丙丁日相生的节气的话，相生的五行的话会持平。好，到了戊己又来了。要开始发了哈，脾有病的呢，好，日治这个是未时哈，下午的时候看得最清楚，啊，这个胃长下嘛哈，就是中间的土胃哈，日出早上的时候最严重，因为木克土，看到没有？寅卯早清晨的时候最严重，脾脏，下午的时候到了黄昏的时候，好，申酉的时候是土生金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就静，安静下来了，持平。好，好，脾欲缓，好，脾喜欢缓，那食甘甜味的药，同样以缓之。好，用苦来泻，甘来补它。所以，苦味的药可以泻脾，甘味的药可以补脾。好，195页，你看最后一段，病在肺。肺有病的时候，冬天是痊愈的，应该痊愈的。你治肺病在冬天应该会好。那冬天没有好呢？好，在夏天会严重。那夏天如果幸运逃过去没死，好，就长夏会持平，因为土生金，好，相生就是持平。起于秋，再回到同一个季节的时候，肺就是秋天，这时候又开始发重严重。那禁寒饮食。肺病的人呢，要吃热饮，绝对不可以吃寒凉的，所以生菜沙拉什么那个凉面、凉拌面都不能吃。好，寒衣，
衣服穿得太单薄也不行。好，所以一定要热饮热食，身体要保温。好，肺病者痊愈在壬癸，好，因为水日会痊愈，也金生水。如果水日没有好，丙丁会加重。好，丙丁是火，火克金。好，丙丁没有死，那好，在那个戊己的好脾持平。那肺病会起发起在庚辛日，又会重新发背。好，肺庚辛日就是这个金。肺病者，好，你看夏府之会，到了黄昏的时候，好，最看清楚，因为金发金，这段是发病的时候，好，黄昏的时候，申酉是金嘛，好，那日中中午的时候是火克金，最严重，好，所以你要好，如果是肺病的病人，就是中午的时候，四时跟午时是最严重，好，半夜呢，因为是水，好，金生水是相生的节气，对不对？金生水，所以半夜，好，这个。你如果知道这个时间的话，你知道一个肺病的病人，你可以在这个申酉时的时候盯到他，他过了酉时没死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睡个觉，好，一路从土边睡到这边，好，你知道我意思吧？好，自己会调时间，好，自己会调时间，好，好。那这个里面有决定人的死生，用阴阳五行来决定，还有包括我们用药有没有肺病呢？要预收，肺喜欢收，好。肺气是就像个气球一样，喜欢收，好，那收敛。那及时酸以收之，好。那我们有肺气肿，肺打个洞啦，肺整个散掉了，好，气散掉了，你要用酸收，好，酸来收，用酸来补它，好，心来泄它。肺经本来就是心，同样属性的心位能够泄它，好。那酸是金克木，好，金，好，酸物来收敛肺，因为肺是气嘛，好。所以这个都是药味，以后我们挑味的挑药的时候就要回头会讲到这里来了哈。如果是肾脏病，春天会好。春天不愈，积于长夏，是不是肾于抱歉哈，肾于夏长夏会更加重。长夏如果没有死，是因为土克水嘛，秋天会持平，那冬天会再起。绝对这个忌讳吃太过热的时候。太过热的食物，烧烤很热的，滚滚烫烫的火锅有没有？那对肾脏不好。然后吃温，好，等到温下来。然后衣服呢，绝对不可以用火烤过的衣服啊。现在很少人啦，啊，都是烘干或者晒，反正没有火烤。以前是火烤衣服的哈。那我最近一个病人就是在原来治得很好，因为秋天嘛哈，到了冬天起，好，最近我那个治疗开肾脏又开始不稳定了。啊，那他又回来找我，又不在，吓到了，肾恐伤肾，对不对？我又不在，吓死他了哈！啊，不会死的，这个起一肾还没死嘛，对不对？不会死。那他到那个水火相克，火了那个要到那个土日，对不对？要节气交换，就是说冬天跟春天要节气交换的时候，在立春前一个礼拜，对不对？啊，对我在那边的没有关系。我跟他说你不会死，你放心的哈。他听到我声音会比较安心一点，不然吓死了哈。因为他原来是病，这个病人要让他去被洗肾了，已经准备好了，那个动脉血管的静脉是接好了。洗肾前一个礼拜，人家跟他讲我，他当然不愿意洗肾啊，他就跑来找我，一次吃药就西医查，哎，你不用洗肾了，把他赶走了。哦，就他已经接好了在这边，好，现在是冬天，水好会比较重一点。好，最气症状起于这个肾病者，愈在甲乙。好，那甲乙日不愈的话，肾于好戊己日土日，土日不死呢，持恒于庚金。好，那壬癸遇到冷天呢，又开始发。好，肾病者半夜会，晚上半夜的时候最清楚了哈，因为半夜是子嘛哈，亥时子时是半夜是水，好是这个。肾当旺的时候，就肾有病，所以看得最清楚了哈，症状最明显。那在四季肾，就是辰戌丑未，好，这个时候的转好交接的时候呢，病情会最严重。到了日落黄昏的时候，是属于金，金生水，相生的节气的时候，它会好趋于稳定。好，肾喜欢煎，好，那及时苦来煎肾，好，用苦补它，用咸来泄它。苦味呢，能够清肾脏里面的东西；咸味能强化肾脏的功能。
所以我们一定要吃一点点盐，好，那你不是大量吃太多啊，盐巴撒一点啊，海盐撒一点，对肾脏都很好。那吃过咸，太咸的话会伤到血，啊，血会变很浓稠。好，那既然是苦能补之，所以说，如果我们遇到这个尿毒的病人，尿毒就是那个尿跑到血里面去了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个水会肾克火，水会克火，对不对？那苦味是不是入心？所以你看那个《本草》的黄连解毒，解什么毒？就解尿毒嘛。好，是不是很快？啊，速度就很快。那尿毒，先黄连，每个药都加点黄连，就算他那个肾脏功能衰竭，尿毒也伤不了他，因为你苦味在里面了，把那个尿毒解掉。好，所以你说黄连解毒解什么毒啊？脸上青春痘啊，什么热毒啊？不是哦，尿毒。好，对不对？《黄帝内经》这样讲的，我都不晓得他怎么读到哪里去哈。197页，好看中间这段，夫邪气之克于身也，以肾相加，自己所生而愈，自己所不生而肾。好，至于所生而持平，有没有持平？这个冬，比如说春，好，这个春天，好，肝病的话，在冬天是持平的。好，自得其位而己，必先定五脏之脉，乃可言。好，兼肾之时，这个死生之期也，这个就是人际，你看这人际哈，这是天机的所在。好，慢慢进入《黄帝内经》的中心了哈。好，所以说我们只要知道脏在哪边，同时知道节气变化，同时知道一天的干那个地支的那个十二个时辰，在黄历上面日子的干支，好。就可以知道什么时候好，什么时候死，啊，哦，当然你还可以看气色啊，气色看你知道吗？哦，你要气色能够跟他这个吻合在一起，对不对？要配合在一起。有的人没有那么严重，根本不会死。你在那边紧张，因为他色很浅嘛。那你在担心他肾脏，你在担心他那个什么那个夏天，对，不好，就不用担心。这个198页，好，五脏主的病症，五脏生病的话，主要的症状有哪些？肝病的人呢，一定会两胁下痛，引少腹，所以这个两个邪热肚脐都好，肝经呢，肝在这个地方很大一个脏，好，所以两胁疼痛会痛引到少腹，引到肚子，到睾丸这边来哈，到睾丸的位置上来，因为肝经会牵引到这个地方来，好，那令人善怒，好，非常容易发脾气，好，情绪不好，肝脏有分虚实，虚症呢，让人家眼睛看不清楚，因为肝开窍是眼睛嘛。好，虚实很好辨，眼睛看不清楚，你血不够了嘛，肝藏血，就血没有来润目，好，这虚症虚掉了。耳无所闻，因为胆气，肝胆是表里，胆气入耳，耳朵就听不到了。好，肝有问题的，就是肝虚的，好，胆气就进不了耳朵。善怒呢，好像就那个如人将捕之，好像很害怕你要抓他一样，哈。好，所以常常有人如果说病危的时候紧张了，他看到好像有人来抓他，好，这种就是。肝脏这个时候我们治疗呢，我们要选择足厥阴肝经和少阳胆经的穴道，就可以帮他治疗好虚症。肝气如果上逆，你知道哈，头痛，肝气我们刚刚介绍过了，肝开出来的眼睛，所以病人常常说我头痛，你说到底哪里痛？我眼睛后面痛，肝气上逆，头顶痛，好，百会痛，肝气上来，耳聋不通，好，甲肿取血者，意思就是说，这种呢意识不清，两家肿胀，这个时候要从郁结的血脉来放血，因为它是肝的实症，好，实症，哦，我们要放血。心脏病，好，主要的症状呢，胸中痛，很简单，心脏嘛，胸就是心阳的地方，胸中是阳气的地方，胸不痛是正常，因为阳气在运转，当你胸有痛，阳气就不能运转，好。那我为什么非常不赞成人家开刀啊或者做什么？我们举例给你听，比如说这个病人，我们明明按照这个胸，
好，上面是肺，好，肺心脏，好心脏。我们明明比如说肺里面有积水，积很多水在肺的下方，啊，西医把它打个洞抽掉，我们有药把它清掉，可是呢，它在吃我们中药之前，它先去清掉，清掉以后这边有伤口，会有一些血，有时候抽了两三次，抽了里面的血出来，因为肺里面很多的那个精血在里面，好，抽掉以后就我们开始动手。我们开始动手的时候，把胃气、那个肺的气一恢复的话，照理说病人就好了。可是呢，很痛，为什么？伤口在那边。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很累，每次以为这样子好了，处方下去说，哎，病人都好很多了，可是那个气就堵在那边，还是感到很闷。为什么？就是开刀的后遗症。好，所以肺像气泡一样，这边打两个洞，好。法像天目啊，天上打两个洞，我变成女娲去补天，对不对？啊，才找了个五彩石去补天。这个本来很简单的病，越治越麻烦。好，就是这样子。当然还是可以治好了，就是麻烦。好，心病者胸中痛，胁肢满，胁下痛。好，心脏病也会有胁下痛。那个阴就是胸前背痛，好，甲肩痛，好，两臂的手臂的内痛，哎，胸前痛痛到背后，都是属于心脏。好，那虚则胸腹大胁下与腰相迎痛，好，痛会从这两胁好一直痛到腰部去。我们治疗呢，取它的经络，好，足手少阴、手太阳，或者是舌下，好，舌下面有金睛跟玉叶两个经外奇穴，啊，好，舌下你没看过针灸就知道了，扎几个洞放血出来，好，它有变。挂的话，我们可以治他的膝中出血，好，像阴膝啊，好，这些养老，好，这些穴道都可以放血，好，中指、无名指尖啊，放血都可以，好，这是讲心脏病。好，那脾脏有病的时候，脾呢生重善积，好，因为脾主肌肉，脾又主湿，好，那脾脏有病的时候，全身感觉很重。好像带了很几千斤的，好像带了很多钱的黄金在身上哈，然后这个肌肉会萎缩，好，身体会觉得沉重，哎，病人真的会跟你讲哦，哎，我不晓得为什么就觉得身体很沉重，脾脏，好，那我们讲到沉重，就有个方子就出来了，好，以后讲《伤寒金匮》就这样子，那脾脏呢也是在，因为脾脏也是在胁肋的位置上，所以它也会有胸胁胁肋的痛，好，也会有胁肋的痛，那。肉呢会肌肉会消瘦萎缩，足不收行，没有办法控制脚的行走，所以你记得脚没有办法控制，脚软，好，就是有时候走东走西啊，好，左软右软没办法控制，好，那这个散气哈，容易抽筋，这气就是抽筋，那脚的下部会疼痛，好，脚的小腿的肚啊什么都会疼痛，那脾气如果是虚症，好，脾虚则腹满。肚子会胀满、肿满、肠鸣，而且下痢。好，那吃东西不消化。好，因为脾胃是表里的嘛。哈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取脾经的什么和阳明经上面的穴道。好，那同时呢，可以在肾经上面、少阴经上面找血瘀的地方来放血。好，因为土克水，我们可以在肾经上面也可以放血。因为脾胃会有问题，第一个影响到什么？肾脏。好，肾脏，这是经络上面的治疗。好，当然我们有药物，好，这里是讲针灸，啊，所以说整本《黄帝内经》从头到尾讲的都是针灸，还没有提药，提了几味药，哈，我们会接受到，但是他讲的药的性都是讲胃，好，那个胃，好，酸苦啊，苦味啊，咸味这样子，好，并没有提出哪一味药怎么样子，好，199页，肺病呢，喘咳逆气，好，气应该往下沉，现在气是逆到的，肩背痛，记得哈，病人跟你只要跟你讲。肩后向背痛，阳不足。好，像我们如果有个案例，好，这个案例呢，这个人一直在那边睡在那边，然后15个小时才都不醒过来哈，要人家叫他，然后起来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脖子没有力量，脖子后面两个是天柱嘛，对不对？后向肩很痛，肩痛同时没有力量，就阳气不足了，好，胸阳不够了。那流汗出来的时候哈，那个阴部啊、屁股这个地方呢，属膝部啊，好，都会有，好，这个流汗，同时呢还会有痛，好，
像我们的大腿、小腿、膝盖啊，这个部位都足跟都会有痛啊、哦。那痛的地方很多，因为阳气好往这个往上升，然后阳气逆走嘛，好、哦、下面阳不足啊，就会有痛。虚症呢，少气不能抱膝，哈、哦，人肺气虚弱的话，呼吸非常的浅短啊、哦，不能够做深呼吸的哈。哦那同时有肩伴有耳聋、喉咙干燥这种问题，这个时候呢，好，我们一般来取它的经呢，好，足太阳脾经之外，哈，厥阴经也可以，哈，足心阴肝经上面找淤血放都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回头再看这边，你如果说，当你知道五脏相生相克的时候，它跟着地支来走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可以下什么叫下？可以下定义哈。比如说有个人打电话给你哈，他说我呢，我这个一天哈都很好，我就中午的时候很不舒服，心脏病就讲完了。你知道我意思吧？可以互相延伸的哈。中医观念就讲很好用。好，那有一个人来说奇怪了，每天晚上我到亥子子时的时候，晚上11点到1点、1点到3点这段时间说我就很不舒服，肾这不是水啊水，有没有水发起于水，好同一个节点发起于水。你知道我意思吧？那个是人不舒服，他是讲不舒服，并没有说我醒过来。那个，如果是失眠醒过来就是肝病。那如果说啊，就是发这个时间不舒服，你就可以知道是这个问题，马上就可以诊断出来，听就知道了。好，那所以诸位看到现在知道。我们在经络上面可以治症，如果针灸用得很好，你有时候不需要用药，内科病是一样可以治啊。这是古人啊，古人的话，因为他那个喜怒忧思悲恐哈、哦，他同时没有那么多，同时呢他也没有那么多欲望，然后他也没有汽车飞机啊，好、哦、没有冷气啊，所以他跟自然界很接近，有没有？阴那个天气热就躲在树荫的地方、山阴的地方，哎，天气冷的时候他就躲在这个洞里面啊，或者是家里面生火啊这样子哈、哦，他是随着自然的节气走。哦，所以他的病比较轻，一般针灸就可以了。哦，现代人的针灸就要病失了哈、哦。200页呢，肾脏病腹大痉肿，哦，主要的症状腹大痉肿，喘咳声重。为什么？因为肾主纳气，你肾肺吸气的时候，气要下降，就是进入肾脏，精去生水。好、哦，那精没有办法生水，好、哦，这个时候这个就会喘咳。那肾脏主水啊，好就会生重，好睡觉的时候好虚汗，一直盗汗，而且讨厌风吹，好恶风吹，肾气虚的时候一定会胸中会疼痛，好下腹上腹呢都会疼痛，好肾脏病，好四肢冰冷，好这是肾脏的主症，情志呢郁闷不乐，好那治疗呢我们可以取肾经的，好和足太阳的位置哈、哦，还有一些淤血阻塞的经络里面都可以放好、哦、放血的方式。所以说，我们如果针灸在做的时候，我们除了直母补泻哈、哦，我们的鱼目治疗很多的好、哦、会稽治疗、元络治疗很多的方法，还有经常怎么样，经络上你看到有淤血，把它经络放掉，那淤血刚好就在那个经络上面，你就把它放掉，可以加速它恢复，好、哦、加速它恢复。那放的时候一定是看到青筋再去放，啊、哦，你不要找个动脉这样戳下去哈。哦看了青筋通通可以放掉，没有关系，好，通通可以放掉。好，那再下一段呢？食物怎么挑？好，我们知道酸苦甘辛咸五味嘛，哈，饮食怎么挑？200页，肝色青，肝的颜色是青色的，宜食甘，吃甜味的最好。所以呢，粳米、牛肉、枣、葵都是甘，好，像这个芹菜冬葵哈、哦，冬葵哦，青色的嘛哈，哦，芹菜、红枣哦，牛肉、糯米都是很好的，好、哦、这粳米哈、哦，粳米都是就粳米就糯米嘛，好、哦、甜米，好、哦、所以食物的选择这对肝脏最好，辛涩刺好、哦、是比较适合吃酸的，酸是主收敛，小豆、狗肉好、哦，那个这个李和那个这个韭菜好。哦那你叫你吃狗肉，我才不要。好、哦，对，你可以不要啊，对不对？吃狗肉，怎么叫我吃狗肉？我打死我就起的心脏病，我也不要吃。也没不怪你啊，这是饮食嘛。我们有很多中药可以给你治好。你吃素的，我也可以让你用素中药都是素的给你治好哈、哦。我们不要那么死脑筋，在这里给你建议。
好，换句话说，那个皇帝那个时候就有人吃狗肉哈。好，肺色白，也肺喜欢颜色，肺的颜色是白的，宜食苦哈，因为火能行津。这时候小麦、羊肉、杏仁呢、韭菜这些都能是苦味，都能可以吃。好，皮色黄，吃咸的最好，到最咸。那大豆、猪肉呢？啊，栗子啊，或最好都是咸。肾色是黑色的，吃辛辣的哈。黄薯和玉蜀黍啊，哈，鸡肉、好桃子、葱都是属于辛味的，啊，对肾都是很好。这个是我们做食物的选择，啊，食物的选择。好，那第201页呢，就讲的就是辛药的形色气味。因为我们介绍药的时候，我们从四个地方下手：药的形、药的色、药的气、药的味，这是一般我们讲《本草》的时候我们会用到。好，那我会加上呢，药的象，还药的素。好，药的素，比如说八角，对不对？好，八角。啊，这个素是八嘛？八是木的陈素，所以入肝已经讲完了。那你说再去把八角拿吃，辛辣的入肺，所以八角是在肝和肺中间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啊，肺就是感冒都是肺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感冒，黄帝陵前面才介绍过啊，你肺没有治好，跑到肝脏上嘛，肝没好就跑到脾脏，脾脏没好跑到肾脏，对不对？肾脏没好跑到这个心脏去，啊，跑到心脏就再跑回肾脏，再跑回来就是肺脏了，那五脏克一圈，那就死了。对，五脏科医，那这个所以八角很好啊，好，但是你光是八角不够啊，只是一味药而已，好，好，知道就讲这象和素，所有的中国的文古典的哲学里面最难懂，包括易经最难懂就是象和素，好，象和素，我刚刚讲的这个符有没有？啊，就是象，用象来看它的，好，用象来看它的，好，你跑出去。小橘子，你一切开来，哦，一块一个方方的，好像心脏，对不对？那怎么老师那个有绿色的橘子，很绿很绿很酸，哎，那个是柠檬，名字不一样，但是形式一样，那个是酸味，对不对？酸味是入心，啊，等于入肝胆，它是同时入心主收敛，所以熟了以后很快啊。好，另外你跑到那个地方找不到中药行，到果菜市场去啊。好，继续找，啊，刚找，即使你不认得也没关系，抓起来，亲自味道，看看颜色，结束了，啊，速度要快，冲抓起来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，啊，所以说，到处都是武器，啊，到处都是武器，山林里面也可以，好，在山林里面呢，我们在介绍本草的时候，哎，你怎么知道这是有毒没毒？好，我们可以马上就查到，好，那这边呢要开始讲了，好，草这边专门讲形色气味。辛味呢是主散，酸味主辛散酸收，甘缓苦坚，咸能软，有没有？咸能软坚，毒药来攻邪，五谷为养，所以我们五谷杂粮要吃，善用毒药，好，没有办法，一定要用毒药来攻邪，好，那五果为助，我们有水果类来帮助它，五畜好，来好增益它的形，我们有胃后胃的东西，肉类的东西能够益形，那形常骨头都，你看那个吃素的人都瘦瘦的，那皮包骨，好，那个我们要多吃点肉，能够让它补起来哈。五菜为充，好，气味和而服之，好，以补精益气，好，这五者有辛酸苦甘咸各有所利，或散或收，或缓或急，或坚或软，好，四时五脏，病随五味之所宜，所以我们学中医呢，一定要知道我们的骨味。如何吃啊？哎，病人要告诉他，你这个肝病啊，你要吃什么吃什么啊？你那个啊，胃病要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？你要禁忌什么什么这样子啊？像刚刚这一段你们就很清楚了，心脏病怎么治？冬天要热要寒饮啊，什么的好的啊？再配合吃什么吃什么，就这样子。这第23篇，这个叫《宣明五气篇》，就是在明确的去分析五种气的变化。好，那第一段呢？分食物的选择，所谓五味所入哈，大家都现在慢慢熟起来了哈。酸入肝，辛入肺，苦入心，咸入肾，甘入脾。这个五个味入五脏的时候，它的意思是叫你适量，不急不可以，太过不可以啊，平均的吸收，你不能从早到晚都在吃，只吃酸的，从早到晚都在吃甜的，每天都吃甜的。
啊，什么都不吃就吃甜的啊，都不行，好，都太过都不好，要合并，好，要能够均匀的摄取。好，那对饥饱的定义，应该来说，我们中医的观念里面认为七八分饱就好了，不要吃的太撑。好，太撑的话，食太过的话会产生热中，哦，中焦会湿热会很盛。